九台湾循环经济奖评审团推荐奖大爱感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大爱感恩科技在台湾循环经济奖获得特别殊荣，得奖产品就是这件 R2R 回收再回收穿毛背心，不止布料采用宝特瓶 PET 材质，连拉链也坚持要用宝特瓶制成才能回收。以往呢，它是 POM 的材质，它并不是 PET 的材质，没法跟布料相容，所以于是我们就在致力于在研发如何把像只回收的这个宝特瓶或者回收的布料，PET 布料也做成拉链。物质循环、水循环，还有能源循环之外，善念的循环，我想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把我们对大自然或者对人类或对于我们的环境的一种尊重，这种的循环的理念，好的融入进来。而一样致力于回收环保，还有这间绿电再生公司，有八家制造电器厂共同成立，坚持不让自制产品污染大地，因此回收废弃电子电器品，并再转换成再生资源。把这些东西分为铁、铜、铝、塑胶跟玻璃，作为下一个厂商的原料，不能再利用东西，我们经由我们的妥善分类跟保管跟处理以后，然后再交由委托更有能力来处理的这些厂商。台湾循环经济奖今年是第一届，就有52家企业报名，共11家得奖，希望能为地球尽一份力。台湾新闻林庭寻豪台北报道。